家属松了一口气，这时他才注意到了我们的摄像机。日本跟我那是啥意思啊？上铺上个家都跟他没没没没没，后来我想跟现在跟着看他做上车起来了。没有，你带着好了。如果说你靠这个职业想买多高级的房，买多高级的车，如果是想这些，我们就不用做医生了，有自己的一个小的生活空间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就蛮好了。我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，我妈就说了，哎，急救好，比较神圣的一个工作。其实我感觉有些家属对我们单家人也是比较误解，他们有可能会觉得你不就是个台人的吗？我有时候就觉得很没有意思，真的，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想法。旁人的误解时常让徐小明感到挫败，这让他有时甚至会考虑是否应该换个工作。